啊，上一个真的很快吧？没有，我看不上一个完全没办法 get 到你啊！我上一个刚刚完全放弃挣扎，看到什么就什么。那好好请猜了什么？很好笑、哦，很盖。突然没声啊！哎呦，这个跟大家盖很快。对，忽然没有后面三个。他们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现在就按下去了。只是多精致化一点而已啊。太高了。哦，好讨厌哦。更精致了。你怎么矮哦？没事，来加强一下。小心画蛇添足哦。嗯，巧克力在我后面，它可以的。没问题，尽量画吧。哎，全国受害会是我啊？真的吗？你可以的。不行，我觉得又歪掉了。泡沫镜立了。嗯。不着急啊，还有人还没好啊。困难，困难。这到底是什么、啊？繁星，你是说你的、啊、你要盖的东西？我盖完之后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。为什么？你还知道？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盖完才知道。没有不存在的东西要盖出来。说不定以后会有啊。对，等他发明。对啊，真的是等出体人发明。好不好？二十二世纪就有了。哎、欸，好吧，加他小屋有没有时间暂停？啊，我已经具现画像了。我不行，我不行。我不要跟他叫啊！卢米，你还要多叫啊？再给我一分钟。这个太困难了。要多久？来了啦，按下去了啦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哎呦，好，按下去，哦这个、看不懂，你看我的煞，过，哇，纸片，从正上面，从正上面，这是，这个油是什么？我思考一下，哦，这个是下巴吗？你这个该不会是那个吧？这个是有这么简单吗？你的这个有这么简单？猜猜了，是吧？这个应该是这么简单吗？不对呀，这是小日吧？你猜我的吗？可是我觉得。很直觉，很直觉，嘿，我猜不到哦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如果是这个的话，很赞耶。就这个好了，猜这个。这应该是还没发明的未来科技。应该不是，应该是这个。特别的是用这一个，这个很危险。这个应该是这个，这个很简单。鬼鬼真的用好多红石。我这个是谁出的？然后就是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应该不是。觉得这个应该我会中。这个东西买的人，我有点担心他。应该是吧？应该不是吧？有观众看一下，我猜这个。我觉得我应该是对，这边是这个啊，然后这个是那个，然后往上看长这样，我觉得啦。对。我发器材是不是？那我加个菜。来啊，按下去啦！不是，秋风，你这什么东西啦？
哎、欸，我干了什么？我刚才干了什么？我干了什么？爆爆，拜托！这条路一定是歪的。你的提示我也看不懂啊！我干了这么爆爆，你是盖到太细节了。绝对没有，我的照着字面上猜就猜出来了。照着字面，在家里会买吗？在家里会买吗？这买的人真的会死掉吧？不行不行，我觉得是这个，我觉得是这个。哇，看懂了，团团，我看懂了，一个提示，看懂了，只有一个字而已。哦，啊，哦，那个东西不是四个字的东西啊，先跟你讲一下，就是八个字。我掐死你！猜什么东西啊？我没猜出来，我以为你猜出来。等一下，你看到题目，就觉得我盖的多棒了。是这个吗？我不管你的提示，我只能乱猜了。猜哎、欸，原本只有那几个画框而已，哎，后面是多盖的。那几个画框，你好意思讲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完蛋了。等一下再看，等一下再看，你就猜就对了。好啊，啊，没关系啦，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吧，就。对啊，巧克力可以猜吧？猜啦，猜啦，猜这么久，有了有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是这样子，我觉得还蛮瞎趴的。过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哇塞！这样子搞，那你左边这个，变这个，来第一题，卢米，什么？鱼形绒毛玩具，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我要怎么改？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我要问一下，箱子形状的鱼形到底是指虾还是什么？我看过那个秋刀鱼是弯弯的，我怕你直接拿鱼竿的头， oh. 所以我就不好写鱼竿。所以纸片下面这是虾子哦，上面啊，下面是虾子啊，这里是一下我就放弃了。好难哦！这是虾，我啥都不懂。好难哦！题目是想要虾还是要鱼？纸片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觉得出鱼的要有点慧根，是吧？哎呦，完全没有意思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哎呦！哎呦！儿童小丑渔船，怎么被渔船？什么东西？我是小丑，下面还蛮像渔船的、啊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小丑，小丑渔船哦，小丑渔船，哎，这好，这谁干的？好可爱，繁星啊！对啊，好有爱啊！很猛哎！哦，小丑渔海贼船，摆他们的海盗船会摆荡那个。来，大家先记住现在这个画面，先记住一下。摆钟啊！摆钟，刚刚那个，刚刚那个，来看一下，来来。你看，小丑鱼、海盗船、摆钟，摆钟，你这个头有没有？后面还多盖的，你前面搞的什么东西？前面才是主体，后面是多盖的。你怎么出来？哎，什么？没坏啊！小丑鱼、海盗船、摆钟。热黑三十，热黑三中，我都懂。有没有很棒啊？完美呈现。我猜比较讨厌。海贼船造型，啤酒杯，啤酒杯。为什么黄黄的跟啤酒？啤酒对。摆钟哎，钟哎，钟都贴在上面了。谁知道啊？没慧根啊！你看看你上一个盖子，再看看这没慧根，太烂了吧？烂透了。可爱。气氛探照灯什么东西啊？气氛探照灯是什么啊？没有，那是一个放在家里角落，然后可以照家里某一个地方的一个灯。那哦，是黄色还是什么？变色的那种灯。对，探照灯。你的意思是那个探照灯是不是？对对，它就是它，真的是探照灯，它是不是？一点都不像探照灯。没有啊，我可以理解。过球哎，这个很像那个超像的，超像的。我理解成这一个了，你知道吗？也算了。你的题目我也会觉得跟这样不一样，是不太一样的。所以就。你看，全部都第一次进去看台才知道，要进去才有。连闪有点卡，有点卡。我进去，要进去，从打进来，直接打进来，打进来。哦哦，这是有沙发哎，有沙发，好用心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可以，好美。我跟你盖的差不多，跟盖的差不多。
真的哦，真的吗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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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面 KTV 唱歌啊，上面有没有？是啊，告诉你，我没有。KTV 的桌子哪有这么大？有啊，有那种大桌子的啦，可以啦。没有椅子，水晶吊灯吃饭，是不是？哎，水晶吊灯，水晶吊灯，我觉得他猜的很棒。我觉得没有差太多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披萨吃饭看完事嘛，对不对？吃饭看电视嘛。我迷你滚哦，原来是这个魔法镜，魔法面具。我很想要，你看到了是不是，短短？对，我超想要，超多的。魔法镜，闪六。然后看的也很想要，很帅。对啊，很帅。魔法镜充电器，有有有。中了，加了，帮他加分了一下，可以，这个我觉得是秋风盖最好，目前都还行，哇，不错，闪烁，哇，这有猜出来吧？这有猜出来吧？拜托，他是不是就这样？他是不是就这样？八芒星，无限重点中，要就中了一点，真的是八个，我这边还有感应器，星星有八个，越来越重了，探测器。对啊，挺好挺好，都没爆，都没爆炸。爆了爆了爆了，爆了爆了！猜一下这是什么？猜一下这是什么？猜一猜看这是什么？露米这是什么？猜猜看，你们猜看这是什么？电蚊拍还蛮像的。那我们按下去，很差劲。没有错吧？没有错。这个是我没有是我的错吧？哎，的确啦，这个方向盘很像手榴弹，真的很像。我不是上面。这个魔法的充电器你绝对不要买，会买了这个买了会爆，难怪刚刚说会爆。真的会爆，从这个角度超级像手榴弹，真的超像耶，蛮像的，像都不像炸弹超人那种炸弹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去其他造型小物真的买个手榴弹。环保，环保的奶茶杯，原来是这个哦，原来是这个东西哦。哦，嗯，不是，可以啊，这也是那个，因为真的有环保材料，环保材料，真的有啦，真的有啦，有有有，我有大概猜出来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竹子吸管，差不多差不多，都环保，都环保，目前都环保，来，好了，来。完美，海带干的竹子吸管，有没有海带干？超环保啊，回收再利用。哪是？什么？真的懂？你要不要把杯子也吃一吃啊？吸到沙。巧克力，你看我猜的。沙里面放沙，冰沙。用沙子才放沙，是不是？冰沙叫冰沙，一定中啊！那不是我的问题啊。茶杯，茶杯用吸吸管喝海带沙。你一点环保概念都没有，你是很笨的。我有特别问说，海带小物能不能吃？可是为什么是海带茶？为什么是海带茶？海带干呢？哦，海带不环保，回收再利用，多猛啊！喝完直接吃掉吗？你那是材质，难怪最后会看到那个样子。你是太痛了。真的很，你会盖人这样？我看一下，海带茶配海带哦。我觉得你也没有这个说一下吧。茶杯有茶杯嘛，盖的比较好。茶杯有茶杯，吸管有吸管，啊，茶有茶，有海带有海带吧。可是你的茶太烫了啦，我是看着海藻汤了啦。超香。请问这么热的东西，怎么可能用吸管呢？姊妹，玻璃吸管啊。不是啊，哎，这样是玻璃的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耐热了。虾趴小物不是吃的吗？快乐椅是什么啦？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椅，就是可以一个架电脑一体型的，就黏住的那个嘛。像那时候一开始就歪掉了耶，可以旋转的。上去下不来了。有啊，那找得到吗？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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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听过了，买得到买得到，你就上去就下不来了。我以为是超爽按摩椅，你没有放电脑萤幕，对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椅，我只有把肥宅弄笑。秋风你就没有，哇，一 Google 就看到了，我要找肥宅快乐椅，很猛，真的很猛，那个超想买，厉害厉害，这小黑人。等一下，只剩下巧克力了。
请问肥仔？哦，肥仔、欸、不是，他是超爽超爽按摩椅，超爽按摩椅。有人猜得出这个东西吗？马杀马杀鸡啊！马杀鸡，马杀鸡吗？马杀鸡，马杀鸡，可以吧？马杀鸡的杀鸡的机器。哎，我跟卢米也太那个了吧？我盖好像哦，超有默契。马杀鸡，怎么？哎，那个超爽，怎么？这边包在里面了。我刚本来是要猜什么快乐那个超级鸡马移动版。太多了，有鸡跟马、啊，夜魔椅，夜魔椅，而且是小物哎、欸，马杀鸡，迷你星河，星河，哦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这什么？这是一个玻璃装置。